今天发行这个邮票，高山红鬼第三集，好，难得有出这么漂亮的邮票，一定要来买一下。眼都都戴帽帽帽。好，谢谢。来到了，好，来把它装下去。如果你不知道顺序怎么排，你可以去拿到这一本《极优报道》，它会告诉你哪一个在哪里。好，摆进去。好。把它塞进去，那它这个没有切断，它这个上面有一个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，这个我们就不要把它撕起来，这是有这个姐妹谈。哦，这个是翠峰湖，下面这个是鸳鸯湖，对，这个是罗松湖，松罗湖，讲错了，是松罗湖。这上面都有介绍它在哪里、啊。它这次难得用的是照片，有一些常常都是用画的，画的又风格又不是很喜欢。这次的照片比之前都好。好，放好了，把它放到信封里面。好，完成高山琥珀邮票，难得有出这么漂亮的。好，我们今天还买了另外一个东西，就是机场捷运小权章。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虽然是画的，但是它的画风我蛮喜欢的，所以就买了。好，一样买了首日封。后买了大全章，一共四张，就不要拿出来了，装着就好了。一共四张，好，拿出来会有风险，就把它塞在里面了。好。